大家好，我是郭德纲。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今年是第20年了。20年风风雨雨啊，可是不容易。一路走来啊，感谢中美电视节搭建了这么一个好的平台，把这么多好看的影视节目推到这儿来让大家欣赏。送去一份祝福啊，希望第20届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圆满成功，也希望多出好作品。